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和他所创立的越剧张派艺术。人家一年好一年，一个儿子一天子呀一天，听得一起女爹里家的不过的爹走啊下面，如家给你家爹爹不信自在谁过去陪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上海新诗唱片公司录制于1946年的越剧《祥林嫂》选段。这一年，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被首次搬上越剧舞台，由新越剧改革的倡导者袁学峰老师饰演祥林嫂，而作为新越剧改革的大力支持者的张桂凤老师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村混混韦拉子。那家的金高怪头里头女的是自家把本头里头那里头头原来的人来观看我说贾玲娘是韦大哥，哎，来坐坐，好好好。又在哭，死了嘛，说了，我这想开的，侬还有讲的呀？去坐。蒋丽娘，讲的今年几岁了？十二还是十三？十四岁了。十四岁了。嗯。哎呀，好讨老婆嘞。讨老婆。哎呀，韦大哥。讲你个鬼才的都玩不成，侬是中包人，瞒不过侬个。是啊，还是隔壁鬼才掌握个中包到枕头隔壁了。不过咱是四个，你们是五个，可以想办法吗？想什么办法呢？我哩呀，五天五地，好马个都马掉了，要么走个两杆破草屋嘞。讲你俩，侬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世。本位在那修身上当当什么？当什么什么？蒋姨娘，蒋姨死去一多年，我苦命在年轻修在身边，大户人家手机少把包，穷人手机为哪边？在家是经常事，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侬常常个荷包翻大钱，我看侬真是懵懂傻子奸。不是我懵懂傻子奸，寡妇在家能值几个钱？我一家生活是本靠他。真能够我女不唱不安静，蒋姨娘侬是寡母在家不出钱，我倒有一个好子金。蒋姨娘啊，要是蒋姨嫂肯嫁过去，
土豆在身边，你看他终于老人有今天，谁懂爱我是不愿意，人心中就是虐主，我怎能没良心把他去骂街，骂儿骂女是多的是，我何必苦恨又不嫌，就是我那那心肠不念不心尽，也应该念念失去家的面，家的面留在身边要回几天，妈要他回来一抱心心苦苦，何不是外苦老来听，哎呀我心无法肯的呀，可能放心我有办法，只要侬答应一切我自己通知拉拢大家的名字，困困困困时间挂着轻轻松松的刚才这一段越剧祥林嫂的片段拍摄于1991年，当时距离张桂凤老师首次出演魏赖子这个角色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在这45年里，越剧舞台上曾经有许多男演员塑造过这个角色。在这么多魏赖子中，作为女演员的张桂凤老师所塑造的魏赖子，无论从形象、神态还是语言上看，都最像一个来自浙江农村底层的农民。杨林娘为了找吴老拿下了金，吴老罗有老婆为夫追在几个下门前，才知天不从人愿，到手的才是花钱，真是国务万发大宝泼墨啊，这个得名的国务到什么地方去了呀，眼看当时的冬天就要落空啊，咦我不得一个女人手里带上米刀了，咦这是蒋林嫂吧，咦死了死了死了，让我动起来看看自己，发自你满心。
江娘，老来哪个套头子？已经搞好在哦，要到月底。月底，奴真是老得来了，操心细。可是我挂着我老太婆，我真是又老又糊涂。上次是侬血风不禁闯了我，这桩亲事一拖拖是三月多。我家二等上何老罗，还等我个子丁啊雨伞，不晓得跑是多少冤枉路。今朝侬绣来了眼面前，侬介好个机会会放过。还未答应到月底，侬分明通风报信错不多，叫侬媳妇再逃走，侬诚心同我来自由难过。我来自只好同侬搭头条，我家傲就来抬侬个老太婆。有苦呀无次数，老爷太太不答应，我总不好去硬拖，我是连哭带笑都做过，现在要看侬老了去大夫。大好了，每个人工学同步，我一起使劲叫。在粤剧四大经典中，张桂凤老师出演过其中的三部。她在《祥林嫂》中饰演了魏赖子，《西厢记》中饰演了崔老夫人，以及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饰演了祝公园。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除了家喻户晓的戏曲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她还被搬上了电视荧屏。相比电影，电视剧版的粤剧《梁祝》因为时间长度的增加，使得整个故事得以更细腻的展开。愿望不管先生来了，去愿望在上，不管人可见，一旁请坐。谢愿望告诉了先生，请喝茶。请问愿望叫不挂神官是文部？正是文部。此次请示相爱，是不知愿望有何疑难？只因小女想往杭州读书，是我不用为此忧郁终身得了一笔。为此吉凶时候得请先生一步。不知小姐今年几岁了？今年18，我要初日生日。此次待我不来，
娃，问寡儿多，万是娘令儿出门为好啊？哦，我已记得呀。令儿在家多灾多病，出门可以治病消灾。到杭城读书吗？杭城，哎，更是大吉大利。这是穷才之女，怎能远走杭城？与杭州名师指点，必成才子啊！怎奈她是个女孩子。啊，冤枉！遇到是有志女子，是故有志，花木兰能折能做，万女扮暖帐啊！队伍中中三儿子，下转包折旧帐，再四同伴大吃一惊。曹大哥、蔡文姬都是留名千古的一代才女啊！原来贵妇乃是书香门楣，另爱杀人才女，岂不光耀门楣啊？应该是胸怀大志，怎奈她是个女孩子？杀她是个男子，你就放他去了。那我还用死。多谢弟弟爷爷。你，哎呀呀呀呀，先生你真是我姨呀。弟弟。应得你尽管戏弄你父亲。弟弟，女儿家张男子，你现在总可答应女儿去读书了。真是无脑。常言道，在于男儿求功名，哪有闺女成月美。中村桥上女儿养在父母真能把主回弟弟，女儿叫张男子，连弟弟都瞒不了，女儿此去瞒不一生。你真不叫我堂上老母心牵挂。员外放心，与我女性百分疏通，早晨也不过是你怕的露面锁门的。弟弟，冤枉，小姐在家病娃的孙子是我死的，还是医院小姐去读书的好。你多嘴。弟弟，你要执意一定，我是非去不可。弟弟呀，这家是书香门第最美名，女儿因读过半卷屠龙梦不尽，此番敲账去哟去，三年有梦孩子未成，弟弟叔侄女儿心不大志向，不关心人间，斯文也的有望成为名门才女。弟弟答应了。么？弟弟，一把
应待此去要叫张暖子切不可如此破绽。嗯，三年一梦无需说归。哎，倘家有要事，一接家书你要接说归来。娘在你宁心。除了电影和电视剧之外，张桂凤老师和傅全香老师在舞台上更是无数次合作演出过《梁祝》这一经典的爱情故事。而面对舞台、电视和电影这三种不同的环境，老艺术家的表演也是同中有异，各具特色。弟弟，应得你的喜事来了。今日便在我家来为吾家女儿亲自陪，至今配得成龙婿，我做家门的多光彩。弟弟呀，你将女儿终身配，今世良缘称心为。对，他就是有才有势，他手指指马文正。马文正，弟弟，女儿不配。咦，门当户对，真是不配呀！女儿不嫁，因我不嫁。哦，恩怨是儿弟弟。终老一生，也应的呀。为吾有让杀得你离开卸下，真乃是女他当家我。弟弟，女儿年纪尚小，女儿年纪尚小，为吾岂能误了儿的青春啊？女儿不女，你。哦，我明白了，你在杭州投资时间，莫非隐姓员外？你们小弟投资三载，做了些什么？姐啊，小弟宁心你胆识不发，小弟的行人读书三载，遇见了贵姬两三个相公，哦，一接进来隐隐不离，嗯，十八里松北上的小弟娃，嗯。
莫姻缘，你不愿，你不问我老母一片心，自从还我分天地，哪有闺女是定亲？马家是有妹有聘有父命，梁山伯他与我做家难联姻。弟弟，你听你，亲自一点，不必多言。弟弟，弟弟，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公园是一位思想保守的封建家长。但是张桂凤老师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并不是简单的把他演成梁祝爱情的对立面。张老师从人物的社会地位、思想基础出发，既演出了祝公园迂腐固执的一面，也赋予了他作为长辈对于年轻人的爱护和同情。请小姐下楼。是。不团的宁心却终夜三分两斤钱，怪不得我几番催他，他不归，才得我突然贫穷归堂前。如今他分子亲事许马家阴差不尽一三天，一见那马家女婿几人情，大小兵哪有下楼来拜见，启禀员外，外面有两三个相公求见。两三百，请他进见。是，有请两相公。
梁一臣是我越是怨你。小贼冒昧登门，万望陈伯大人见谅。哪里哪里，像是梁一臣路过寒水。内得的草夫向陈伯大人问我。不过不过身边一望望应得也眼睛。梁相公请用茶。年轻年轻弟弟，相公是年轻妹妹。梁一臣远道而来，请到书房稍坐片刻，道明应待出见。来，待梁相公书房稍坐，不得怠慢。多谢作证吧。两相共亲，请。宁夕。有啊。去请小姐下楼游客厢房。你叫小姐先来见我。应得一人马家聘，是马家先我马家的声音，才子三百有等美，良心抱团要留后跟。两兄在哪里？两兄在哪里？弟弟两三分谁若来访，我看你还是不解的好。我与两兄你接近难同唱三载，远道来访岂可不解。应得啊，你已是马家的神了。女儿未成年，岂不能婚姻大事，当与父母作主。你一年女儿长定清虚，父辈无凭，做事不端。与四母为邻，与孙子为平，与礼无苦。应得你，马家乃是作应世家，法有本地。两家虽说平和，也是亲不成家。应得你放肆。妇女女你不该不亲妇女。本应他的，你岂能省心？婚姻是非儿戏，官儿的终身。你是不许马家有错门第？
桂凤老师是新越剧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实践者，
在新越剧改革推出的第一部剧目《古庙冤魂》中，张老师就担任了主演。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欣赏一段张桂凤老师和吕瑞英老师合作的《金山战鼓》。这段关于抗金英雄韩世忠与梁红玉的故事，大概也能让大家从中体会到张桂凤老师对于越剧发展的理解吧。保护自己怒扶持知道相公治病正经，我是闻听相公在苏州与民同乐，红玉就一马直奔苏州，是看相公他放花灯来的呢。哦，嗯，哦，嗯，夫人请，请。皆负责，不想在这江湖作乱之时，夫妻竟能团聚。是啊，这是夫人长途奔波，辛苦了。可儿身念夫妻，还想高声说一遍。儿身念了。流光似水，走马苦楚，一转眼已是二十年了。多滋味，
回过把头，恰落得一个抗旨为民之罪。相公，你已把千抗十亡之将，已决转还在位之事，与国有功，何罪之有？相公，我奉勇一路而来，但知军不过苦难，可真的家破人亡，冤从天。看将士出赴鸿鹄之，怒马不发阵在一边。一身武甲陈兵孤逃，只遥遥归马鞭。这才是勇冠的神，勇心神。江山哪能不可言？我昔闻相公立志坚，我恩义军非神仙。转四百年子，力道之子，接着将兵器就出破进路。敌分有位者，先发莫蹉跎。海哥先发莫蹉跎，结果三张。明明为先锋，带兵三千，将上四品，披敌尽力，大论敌人。得令，速得听令。没将才，带兵三千，残垣结营，铁桶东主，铁线线人，神出鬼没，杀敌全胜。得令，诸位将士，元帅，再动本帅来接进兵，转瞬复营，列为完人，步步进逼，团团围困。得令，元帅。丈夫许过不牺牲，我们欺负出自情。今日里满营将士聚茶前，独缺红牛一只领。第二来军中就出来夫人，今日适当托重任，请夫人故事起掌准部，登岗夺尊，会三军，两红牛替你红牛才。明日两军转上将，你是风领骑在中军帐，举高临下火的花。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在下集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老师和他所创立的越剧张派艺术。观众朋友们，再见。就是听听闻，不是嫁儿母亲恩怨。我看那满朝两班文武官，不管元老从政，左右丞相落步恭亲，哪一个觉得我刘万光是此生的君王聪明？看起来丞相是当时官袍的长工之一，我看妻儿年纪小，他高于为兄不惜杀死生，兄弟到底守住你，难道我也唱得也如此自信？真乃是钦差不高死个当，当时他滚包气温馨，我是大丞相气的命，我一场戏做皇陵的一人，我是大秋儿气的命。